我早就发现事情不对劲，谢谢他那的工具人啊，Tina，谢谢 Tina 的工具人的飞机啊，谢谢。现在直播间这1000的抽奖，只有2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，中奖概率是50%，非常的高。现在最后1分钟，有想参与的可以参与一下，碰碰运气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了啊。谢谢小维，现在是1/3了，1/3的中奖概率，还有50秒开奖，那1/3。机器永不停歇。为什么带护甲？奥恩的 Q 技能是物理伤害啊，他除了 Q 能打着我，他还哪个能打着我？谢谢和平区程先生，还有30秒啊，1/4，现在是1/4的中奖概率，哎一下，滚过来，哎一下，进草，让我们压到这里，他就非常难玩了，知道吧？A Q A 再 A，插眼 A 一下，Q 一下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强攻触发。还有3秒钟开奖啊！谢谢草字，抽一下 ，A 一下，2下，3下，强攻打出来。滚过来1下，2下，大家有大气可以来点大气啊！我们正好福星挑战任务差点大气。想补刀，那就吃我平 A。对面是凯隐打野，先把药吃满啊！凯隐来了，我们死不了，没事。只要别压太闲，在这个位置他是碰不到我们的。一下来了，没关系，够不到我，没关系。他也知道够不到，先补刀。他应该是去打蟹去了，我估计打蟹的时间刚刚好，先让他打。小心点，他撞啊！好，奥恩是6个刀，他俩打起来了，我们赶紧支援过来哈，往这走，往这走，来，滚过来。A E A 上墙，哎，我早就想 E 一下救他一下，谁把我那什么给我那啥了？明白不？点一下。好，可以杀了，抽过来 ，A E 上墙，点一下，不点了，回头收兵。现在我剩下的只有记忆，还有丽莎。想吃车？哎，我还给他吃到了，一下滚怪裂2下，把兵线控住啊！我们有双 buff 可以回血，先插眼。凯隐只要不来就没事儿，来了我们这位置也死不了，我们有意。想补刀那肯定是不可能，我们往第二个草丛里边一站 ，Q 过来 A。下回他再敢上来，直接一个 E 把他 E 给他断了，让他射到墙上他就死。来控波线，滚过来！这波正好有炮车扛得非常非常到位啊，
这边正好有炮车，应该能挺能扛得住的。我们就慢慢发育。这个奥恩，如果他不跟我们打，他不补刀，他这个装备就跟不上。他装备跟不上，他就脆，他脆他就一点用都没有。我们对霓虹灯上。不点了，点一下不合适，最好点一下能滚走，这样不吃小兵仇恨。先把兵吃了啊，这波不点他，点他小兵打我们有点疼，不合适，兵太多了。野美，哎呦我靠，完了，这波兵补的。点 Q 点 Q 过来，点点点点 E 上墙，这玩意儿不好杀，他有异能走，除非我们给他打到墙上，而且他现在有闪。点点异一，这波可以试试能不能越塔杀了都，就是蓝不太够用，留点蓝啊，这边留点蓝。我们六十刀，他十五刀，就离谱。这人十五个刀能喝出来金鸡背心儿。点滚走，不打了，回家了。装备需要升级。这把其实盾弓合适一点，先这样除吧。这把海妖不好用，海妖我可能会死，我得要盾弓这一把。一件轻雨那倒不用，来追一下小驴人，小驴人死了。看来这个胃呀、啊，红也不想要。滚过来，点点点点 Q 点，开盾点，双 buff， 虚服啊兄弟！这波如果我没过来打他这个红啊，凯隐就把他红给偷了。我们成功的帮打野守住了一个红，又是一波双 buff。我估计凯隐这波要来，我们没有大不去了，帮队友打个峡谷去，一走快点给他打了。哎，小绿人先杀，小绿人闪现走，点点 Q， 先点一下眼儿啊，这救不了。点点Q 走，哎呦我操，我 Q 没 Q 走，哎呦这，我失误了。好。
好伤啊，有点伤啊。大的好像大不到，哎，大的到，那应该是死了。我们先买一个这个，先来个软件改造，有点伤啊。为什么我的手上会有一个红色的东西？奥恩死了，他吃我的塔，他是必死的啊！他吃我们的塔，他是必死，直接隐身出来，射墙上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。哦，安是 double。这啥皮肤？原计划呀。开银好像有点肥呀。那红铠出个雾印都能飞起来？我接受不了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下。走，我有吸血。一下。哎，为什么这个奥恩的扣跟着我来右边了呀？这是追踪的吗？盾弓了，买个药水儿。预判扣，哎，不是啊，这个扣是跟着我来的，我感觉是跟到我了。我们差一个兵发钱，但也发不了多少，也就发350，发不了多少钱，拉倒吧。我最多买一把长剑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点一下，两下滚过来，三下上墙，开大招，一、二、三、一，有盾弓没关系。哇，好帅啊，我的界面啊！蓝没打，那说明凯也没来。这波不走啊，叫卡萨丁过来，可以干他一波的奥恩。来呀、啊，卡萨丁，你先给我上墙，一、二、三，滚，一，开。盾没开出来，这小驴人从哪来的呀？这波赚了。哎，这小驴人是闪过来的吧？我盾我都没开出来。行，这波几换几啊？三换二。哎呀，那不赚呢，一般般了。来把绿仓。
19-19 这把比较纠结。这乌鸦别追了。我估计凯隐可能还得来一波，我们稍微小心一点啊！啊，他搁下路呢，滚过来一下两下，反一下上墙。哎呦，好肉啊！这人他妈64个刀打不动，我们拆塔。哎，我们先拆塔。瓮中之鳖，一二三，我们不打人，我们打塔。这为什么要投降呢？走了。打他一个蛤蟆，蛤蟆没有，那回家吧。可是我的绿叉差了200块钱，先把这个打了，可以。再把峡谷拿了，完了，对面来人了，走，不行了，不能打了，这不能打了。我们先吃口屎啊，先杀奥恩，一走，1 2 3 1 A 一下两下开盾，三下闪现走，阿 Q 隐身让他钻不了我们的身体，一下滚过来两下，三下死，小驴人射他，走位 Q 一下，乌鸦这不死了吗，一下两下，三下，兄弟，这可就无聊啊！滚走，快点，卡萨丁，我给你勾引他了，我已经给他勾引过来了啊！来，卡萨丁，速度，想杀我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啊 ？Nice， 回家。勾引成功，绿叉盾弓为恩，出羊刀吧，40暴击，不要这暴击，出个小羊刀吧。赶紧来啊，这波没等我，是2换2，还好龙是对面的呀，龙啊，哎，这个奥恩可以杀，我马上到，来大招开起来，先杀小黄毛，点 Q 过来上墙，1 2 3滚走，想追我小伙子，我有盾弓，滚走！哎呦，这虚区，哇，这虚区这么高，但是勾引成功。卡萨丁快起来了，对面要团灭了，不是团灭了，对面已经团灭了，卡萨丁要起来了，就好办了。绿叉现在没有那什么，把这那什么卖了吧，把这个萃取卖了，
绿沙现在没有那个旧主灵印，现在是盾弓上面的旧主灵印。现在绿叉是加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。叠到五层给你加攻速。而且不用攻击同一个目标就有。哎，差一下。看野能不能追，给大了可以，先上咖喱奥，一下两下三下，一下两下三下，一下滚过来，两下三下点，别着急往里进啊，先等一等，先等一等，别急，这不行，这不能上了，这全死了，管不了啊，这管不了，这么多人我们打不了，我也有大型，我也没有大，算了，我不如收点兵。只要对面不开龙就可以接受，我们下路带一波，只要他们家不开大龙就没事。你跟我打兄弟，我还有盾弓呢，我盾弓都没触发呢，这小辅助跟我打，先滚走两下，开盾三下，一下两下三下，滚走一下死，上当了，去厕所回城啊，这波可能小黄毛要大我们。回家羊刀，羊刀出完，嗯，出个什么呢？来个银血剑。破败没用啊，出个春哥保点命吧，走，出门，出个春哥保我命，无尽不让出，出完羊刀没法出无尽，不让出，无尽之印无法购买，不让出，先插个眼儿，这边在这等啊，别急，我们这位置让人看着了，好，可以上这波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上啊，别着急，好，可以上了，点一下两下三下，点点点点死，小绿人先死，闪现点，跑得还挺快，走位点，滚走，走位，点一走奥恩 ，Q 走，塔萨丁来收一下，滚走两下，叮，滚走，你也太没用了，这你都收不了，兄弟，你给我收，来个锁着甲。龙谁的？我们家的。行，哎呀，嘲讽到了，那应该是够呛了，快跑吧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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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龙别丢啊，插个眼儿，插个眼儿，插个眼儿，龙别丢，防止这凯隐去打大龙，我们这把得靠我们家的乌鸦在前面顶一下，
才能让我们打出虚区。这个鱼儿必须得是乌鸦吃，我们吃不了。把蓝给他打了，这凯也红凯出这装备，快快快救一下乌鸦，一下两下滚走，点开盾，阿 Q 别死，哎呀我操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带节奏了带节奏了带节奏了，把兵清了，清兵，对，把兵清了，那凯隐那个 W 不好躲呀，不守了，不要了，守基地，守基地，兄弟们，守基地，基地千万别爆炸啊！没事，对面只要不打大龙就没有关系。等一下人，我们团，对面高地应该拆不了，没事，他最多拆一个那个高地塔。谁上了？乌鸦上了，保一下 AD。好，我们来了，一下滚走，一走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下，先死一个。这边给我追，他没蓝，往哪走？你跟我赛跑，死了。可以大龙，可以大龙，我虚狙很高。来来来来来，可以大龙速度。这跳弹你打。哎，现在水银还能不能解这小驴轮大招啊？我打你个蓝就跑，哎呀不能解，没啥用啊，那水银呢，出水银也没用啊，出点什么呢，出点右装吧，看看有什么右装。这个救主灵印重叠了，不要这玩意儿了，我们要点生命值的装备，生命值。我先来个大腰带，兄弟们，我还没到呢，这不过凯隐先死了，可以，他们家也少人，反正先来个大腰带，蹭一波血量，啥也买不起，先来个大腰带。Q 是来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过来两下，三下，一下。别冲塔啊，不冲，小龙，对，把小龙拿了，这个小驴人我们不怕他，他想留我们不让他留，我们去打打小龙去，来两个 ADC 双飞，现在只要团战我们不死，他们家肯定是赢不了。保证这个小驴人能被我们单杀，然后呢，哎，可以追，这凯隐有点皮，可以追，瞪他，阿 Q 直接闪现过来杀他啊！这有点皮。
把他杀完以后我们可以退上路。由于凯隐的一波装备，我们可以把上路直接推掉。这嘎里奥过来，我们可以直接给他上墙，先杀嘎里奥，就一直点就行了。真肉啊，真是肉啊，你杀我啊。哎，杀小黄毛，小黄毛一走了，不杀了，把塔点掉，吸点血。小黄毛死了，死了，团灭可以。他们家还剩一个凯隐，点 E， 太大，一下两下三下死，摩托车。